泰丰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54年，初期以生产橡胶制品为主。1960年，与日本石桥株式会社技术合作，正式生产轿车子午钢丝胎。1981年，与日本住友橡胶株式会社技术合作，展开国际化经营。1987年，开创自有品牌飞达轮胎。次年发表全台第一条70系白边胎。1997年，与中国江西省成立南昌厂，建立自有品牌英雄轮胎。泰丰集团秉持诚信与创新，以突破自我、创新卓越的精神与不断超越的领先技术，致力提升客户满意度，提供安全的高品质产品，回馈给品牌爱用者，造就今日属于台湾人的骄傲。泰丰集团以不断提升的卓越品质，创造持续领先的价值。